对面又是潘森又是艾克的，还有李欣，他们强开非常非常的 OP，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一定要选一个很好可以保牌保护大家保护牙齿保护眼睛的。你上周即兴申请禁备的还没有被同意，没有。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呢，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寄名单给大家，给莫迪。好，我们先回去最一开始的地方吧，按区一，我们从一开始走，只是走到一。哦，终于开始了。这时候就要靠边边走，你靠着边边走，你就有机会看到。你接着点点旁边出现就会看到。都不知道多久没出现在 Ben 了，屁耶、欸！我每天都有上去冷小伟哦，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上去冷一下小伟。我大概会冷个十句吧，每天的扣打。爆掉的。啊！你们之前那个全境封锁里费欧嘞，连接贴个。野猪骑士来喽！我们之后就直接编辑那个图。嗯，有啦，我有每天啦，你们有了。回他，你看，他就跳下去了。有，我有冷小伟，我只要学姐提醒我，我都会上去冷小伟。你按右键，你的右键推人，对，你就直接推下去，他就直接摔死了。然后那些在从这边打的，大家不要这样。等我一下，我先传上去。对面组合真的很凶哎、欸，而且我们的牙术为什么带了一个虚弱？TW00569572，22个月，谢谢。白痴，我退去一直转转转，而且我卡住了。走，我传好了。哦，这里面有一个，对不对？我记得。你看一下有没有箱子在这里？没有吗？滑鼠装哪里怪怪的？到底去哪里？哦，这里是牛仔的地方啊！啊，旁边，这个、啊，这个车子里面啊，亚弗雷曾经开过、啊。我懂了，这里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吃野的顺序。首先呢，先给这个 AD 坦，我们在38秒的时候上这个盾，然后先给 AD 坦。好，坦到这个盾要爆的时候呢，我们接着换上来。然后盾自己喝水。哇！有。OK。我们两个人都吸到了经验。白痴，对面怎么退那么快？他是神经病是不是？人超好哎、欸，我们都没掉经验，太爽了。哦。画在我小画家。什么叫人类？感觉那里超好。
超有趣的。虽然我们掉了很多水，不过掉了很多血，不过没关系。白痴，那是冲他小。39秒不行吗？可以。白痴，3839差不多。是不是在煮东西？好，给他们 poke 一下。这是我的失误。我来玩吗？好。好。哈哈，我的天！你跟老娘靠脸吃饭。不得不说，这个事情是被我说中了，强到底下是两只眼干的。那没什么缺点啊，干太强。我没水了，所以不要这么嚣张了。那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在没有人住星星。Peter 552000，谢谢订阅11个月。一楼三室住五百啊。还是他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子弄啊？很多角色都不出啦、啊，我觉得他们在变阵哦。这里有一个。等，他们来，别看。哦，被勾到了。可是不都给你演了，为什么还被勾到啊，哥哥？死！哎呀，盾差点好。没关系。哦，哇，他妈的，你为什么会被勾到啊，哥哥？没关系，你可以不要进来。啊，这场要玩那个，要出鞋子了。合理啊，对不对？大伯，你有印象吗？没关系，这兵线好像勉强还行。我看小鬼在线上哎，可他应该不会在的，对啊。对方技能全交吧。我们这边技能全交，可以让雷克萨等下来一次。那个不是我吧？来了，你是不是加错人了、啊，博雅？让你看我这几个小时的特训，特训有用吗？没有啊，我专心研究各种爬文，看。他也没出眼神。几个小时做那么多技能，真的。解答一下，你在睡觉的过程中，我都在进步。睡太久了。我还没上。汤姆，快来吸！汤姆，快来吸！虽然今天社交讲自己没准，因为大家都在讲，我要讲新的。快播，让它宕机。播。我们现在这对线要稍微贵一点。庄狗在上，我点燃好的话可以打一波，因为他是带虚弱的。他可以放一个那个传送塔，那时候放在自己家旁边还是？没有，他放在前线。他放在前线，所以在家附近的那个传送塔。只是他多了一个眼石，不，多了一个红宝石，所以会比较难杀。多一个。这里没有啊，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因为比赛进攻防守都出一个，好猛！这波要推快一点。ASIN0522有没有音乐？但你真的是很贬低人呢。我操嘞！我现在才发现要点雷神律令哎、欸。女装，我要提女装了。雷神律令，
不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了吗？提一下就可以了。男生要穿要 cosplay 你喜欢穿的裸裤，有吗？对，现在叫吗？这里有，这里有。别提了。你们那边有吗？有枪吗？我就没听到，你怎么会听到？没打。哦，对方拉掉了，没关系。你是要不要补啦？没有吧。我是在。没有，我说来这里。好了，下一场，下一场，下一场，不要抢东西。哇，没 Q。我只是继续走。我们现在就等等等二十分钟，等一下。就把这边。没关系，这兵线过来。OK 的 ，OK 的。我们快六了，干得好！六了以后，对方的组合就比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直接这么嚣张了。因为他是出水滴加那个。他一直ping什么啊？人就没看到，然后一直在ping。妈就没人，他照理来讲他都会拉掉。你那个只要没事没事。白痴，这么厚，你以为路得过去？啊，睡不到。应该有，我们都遇到了，没有的，我们现在这波还蛮赚的，因为下路推，然后中路也送进去。所以我们应该要先照现在。我刚打局好像不应该开的，我觉得很累啊。线卡卡的。我最近实在太久没有。我觉得欧美单纯没有被那个电脑打过。那选一下啊！刚其实，可是我不大敢让潘森跳过来，因为他刚一套伤害我，就算上盾好像都会死掉。讲实在话，当然了，你做电视一样，打雷。哎，看他们昨天打雷，当可以是看看人事。潘小啊！喂，国家你还在吗？庄园是双和尚，没关系。哦，还出一个资讯头，对对。好哦，因为我记得出资讯头。真配的，资讯头那边好啊！我先试着用，等下中路谁啊？还是最后一圈，这一期有可能跑中，所以我拼了一下警告。OK， 他回来了。我在跑，我在跑。因为刚刚其实是有机会跑中路的，所以有那么点危险。然后现在我的克里斯塔六级了，所以我可以去吃钩，因为克里斯塔有一个大绝收，所以他如果把钩。勾在我身上的话，他们比较容易打输这个二打二的。感觉是你跟宋打要练一下和尚，或者 SSQ。不是有晕的吗？不是和尚，原是啊。快拱到！可以可以可以。专业的好吗？你们看专业的吧？你看刚刚那个 Google 一下，把刚才那个猪猪在那群里也。看，谢谢。他出来我做。OK， 我们先到这路线。我还要闪，就是一定会闪抓我。这他一定有jungle。对，有jungle那种。你看我在闪。对方交闪。白痴！我刚以为他们有jungle哎，我想说他们在拽什么。好，对方两个人都交闪了。好，那我们本来就有电脑了。到第一个点吗？第一个点变成电脑当中去。图书馆，那我们刚刚也搬回来，还可以搬回来。可以当自己看。我觉得没有就算。这两队打法太像了。有的话就是削，就是可能就是那种打法也出来而已。射一些屌高的。你可能弹到自己头破血流。这么多只还要弹？这个吗？这个什么？
对面太狂了，狂到我以为他有 jungle。好，开了大绝，劝退。感觉这个雷克萨刚大绝下路，他们也会退。先吓吓他。哇哦，他没六等吧？他没六等，没想应该还好。那就是伯牙的好小啊！伯牙这种骗队友，哎，难怪现在这场我其实带虚弱好一点，还在算三。你不要，我真对你失望，他很远叫我就听不到哦。我听到了，这个指引等一下再插。这个路线，哎，是这设雷器到底？我把你的移动完，为什么还从那个角度过来？刚刚说这里上去吗？好，干得好哦！不然我就上去那个中路。亚伯那边有掉吗？你这边的话，我。该喷是不是？这里这个，来，靠边，怎么样？再靠边。那这样子也太久了。应该可以。我这边打住了，好累啊！那个都没勾到。在这里开发。等一下我们再把三角草从那个眼删掉。为什么要拉出来啊？不是，我们不是蓝方吗？拉出来，怎么感觉对面比较好抢？你回家吧。你这个魔量。等下路、啊，他插了一只眼。我要打一波，我要打，可以飞哦，下路可以。有大有大，放大。再等我一下，你往后拉一点点，再拉一点，再拉一点，我快到了。往这边一点，往这边左一点，往左边左一点，可以了。啊！哎，你给 help， 白痴。我还可以砍哦，好了，不行不行，打不死，完全已经要死了。不过我出这个装没有 AD 哦，而且他刚就一个盾来回两下，我两下普通都被吃掉了。这怪人也被苹果吃了。就发多哎，狂哎、欸。撸到自己交闪。AD，AD。我会这个半夜再来的时候。三个被拆掉了。五，对面下路怎么支援那么快？没有坐来的，没有人靠我的队。哎、欸，林老师嘞！呜呼！哇！好了，我们现在练脚中，所以今天正常发挥会比较惨一点，一脚直接被踹死。吸金的过程，好、哦，这一波，哇！对方交闪，应该跑掉吧？谢谢订阅九个月，今天有跑掉跑掉，今天好像有钻。嗯，哦，好不厉害哦，是吧？大家没事就按，没事就按个 F 5吧。靠背被勾到，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你等级怎么这么低啊？白痴，刚 AD 那个收，
吓坏我，我想说他带回去哪里。我们下路推线了，我们把这个河道的视野下一下，以后就可以。那个往下靠。皮卡 AA 九五二十二个月，谢谢。我们两个应该不太好带他吧。我在你左边。哎、欸，为什么我一还是没办法挡住他的军啊？这边有一个，他们摄影师应该回下路。感觉他的 EDOY 那么快，他没办法挡住。那个丢到我右边，不要来自动。我们继续推下，然后。潘森有可能会跳，所以要注意一下潘森的位置。潘森到现在还没有懂就好了，就是跳下路的机会。潘森，听得懂就好了，伯牙都懂，就你不懂。你现在下，我们这边二打二，三打二有一点点危险。外加还有一个潘森，还是算了，你还是不要懂了。我不想要跟伯牙当垃圾。等潘森把、欸哦，等中路把兵线弄过去，然后让潘森。潘森露头，他们插眼。你们闪现，闪他。哦，没关系。有啊，你晕到了，晕到了。我有到啊。继续就开。你他妈的！你真的是在开我玩笑哎、欸！不是啊，哥哥，为什么？你就丢过去，然后就被勾掉了。好，我要跑线了，不大行啊。顶他一下，来，可以打，可以打。哎，点。好，我们不血了，就拉开。但是我不痛啊。欸、你要不要吃的、啊？你这样我就吃了。小龙四十秒，我们去弄小龙。ALPB 3825九个月，谢谢。哇，16层啊，三分钟算就是20层。哎、欸，我们可以直接推下路哎、欸，他那一技没抹了。他没有没有到肯定现在客源是只要数值就好了，他应该不太可能上来。走，直接推下，我们中路还送过去的。伯牙，你怎么这么帅？我从来没看过你这么帅过哎、欸！我也是被拉、欸。你这辈子应该没有下一次机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干你娘！我被勾。哦、物理学的不错哎、欸，伯牙。啊，不要说。对啊。为什么这个？哎、欸，我都很痛。哦，我这个吹太神了！知道，应该不会有事。拉垫脚的，还没起来，先把大绝开掉好了。为什么这一场我觉得 AD 真的怪怪？干这个先，咬他一口！别啊，哥哥！你知道我吗？熊猫队打我狂死哎、欸！干嘛、啊？这也是神经病哎、欸！没办法，我刚进来直接。晚上好，肥皂。哎、欸，这不是炮塔的，炮塔的。我是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打赢会战，因为、就是、因为其实他们的角色太怕珍娜了，讲实在话。哎呀，没事。潘森啊，李星啊，就是我的 Q 跟 R 都可以把他们的伤害打掉。你想要我死所以稳一点，稳一点还是有机会的。打他，哎、欸，我在啊，因为昨天比赛，因为很多会战其实感觉是克里斯塔输出没有打出来，才感觉有一点点的难打，不然其实。欧美直接出了两只，你看他伤害会一直被我打下来啊。然后我们有人被直接被打死了，三小。那我不玩游戏了，我只想看。
实在太长了。应该不会这么牙术中血。过去了，把那个影响。过了。韩国人就这样啊，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谁是谁。别，你别再回头打那一下，我在救你啊，哥哥，哥哥，我真的是被你气死哎、欸！加油，打一下，他们的合照，现在发现。哦，我真的是被你气死。你要去干嘛？你在干嘛？要原始的喷漆啊，最惨。你在干嘛？我扭来扭去。太有大 ，nice！ 我真的是，没有，我只要有助攻，我只要打到就可以。哇！哦，他打完了，他还要砍哦。后面来一下。但是如果在这中间重生，时间太久了。逃光了，白痴是，你看你现在说小兵那么高，你怎么不去吃啊？都不在原地自胜吗？好，干他！这里在这一个、啊，干这个先吧。中血！那个等出来，来上！你还敢下来？他妈的！顶歪他！我感觉刚刚库奇可以直接先专心打这个艾克，他有点太怕了，因为他刚刚其实伤害应该够。他不是一个距离吗？死了，哥哥！先拿这个，有晕吗？有晕吗？我刚刚已经在蓄力的 Q 了啊，没关系，这波血还蛮赚的。我们是二换啊，三换三，因为财神刚刚死了。他有淡点哦，没事，他敢。我们这边先买那个，先买这个统帅。统帅，因为魔锅的提升，应该说圣杯在这个点，唉，没事的。圣杯在这个点的提升没有很好。还在吗？哦，我出圣杯的原因只是因为我想要救人。打得漂亮。因为其实这一场是比较适合出 AP 的一场，你出物防其实。帮助没太大，所以我等一下圣杯魔锅出完以后，我会出 AP 装，可能是魂书，或者是应该是叠书了吧。我觉得库奇真的也是蛮闹的，我快可以飞到了。我飞到了。顾奇真的是很闹啊，他刚刚为什么会这样打？没事，守这个二塔就好了。哎，你怎么死啊？然后火包、炸药包应该是快好的。我们两个人就是了。为什么他刚刚会直接被？他是被勾到吗？这波有点危险，我去。感觉我们应该可以把。Neat。我真的是不能理解。人家龙不急啊。这不能理解，这 AD。狂。等一下呗。掉八龙，干他好了！欸、打这个，他死了。他也是开玩笑的。有种拉我啊！欸、算了，不要拉我，拉他们好了，不要拉我。别吃！我没事，我应该没事。啊！啊！急死！你就按一。白痴，为什么你？等一下，还没有。啊！我早就叫你走了吗？没削到我，我不早就叫你走了。不会，我们守得住。潘森等一下应该会跳。为什么要回？
不奇要去哪？哦！开始上了。他到底在干嘛？还没啊。哎，有在动脑玩这个游戏吗？他刚敢这样冲。还是应该要跳了。真的是在比烂。这两个 AD 真的在比烂。我在补了，补了。出来啊！还在哪里？哦，二十，干！啊！大放大哦！你要死啦！哦，十字，我被一波带走了。太大了，哇操嘞！你们有办法开大了？哈哈哈哈！KUEN 052二十二个月，谢谢。你们开。没小心那个吃掉就好了。他们三个人在这边，但是我怕伊亚斯会中到，伊亚斯很远。转 ！What the fuck？ The fuck？ 感觉两个补位吧。那 AD， 哎呀，没事。看一下库奇，库奇不是精英吗？干得好哎、欸！